OK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是这个 Capcom 的这个人间兵器。对，这个之前已经把所有攻略全部都拍出来了，这个 Easy 跟 Normal 跟 Difficult 全部都拍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办得到。对，现在就是来玩一下这个游戏，因为我现在有点无聊，就来玩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就开始 Easy。然后我要挑战不存档通关，不知道会到哪里啊。总之我应该要控制一定时间停止录制，而且这是单发的。至于全部情况，就看我之前发的那么多部，27部。对，至于我的这个影片档案都还在，我都还没删。就开始这游戏的剧情吧。我已经确定贩毒集团是南美的7个巢穴，你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。在每个巢穴里，一定要找到我们被俘受伤的成员，从他那儿得到手榴弹。是，金丝转弯，再见，史密斯先生。对，超难的。没有挑战过不存档通关，可能会死很严重。然后出现了个小基佬之后，其实基本上已经玩过了，没有难度跟全破之后，就比较对于这个凶器比较娴熟一点，技巧比较熟一点。基本上我会玩这些兵器也是因为看过了根本就不会知道这游戏。你怎么停下来？还有，其实啊，这个游戏就是，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81个人。杀了他，应该是有那个，应该是有200分。然后时间的话，我不知道，时间很久才会过一秒。跑到了，找到一个彩蛋，还有这个。的话，这个基本操控方向键是什么？就不用说，就是红白机的按键。这不下来。就基本按键加上进门是按上，然后如果在进门加子弹、加血的时候，还是加时间，如果你想要先出来一下的话，那就按下，你就会出来。他差点摸到我。下去，话说他跳的姿势怎么那么奇怪？他看起来就像是……还有那个为什么可以从水里面刷出一个？我觉得，你看这样按下就跑出来，然后你看就进去。其实我之前是不知道可以这样的。跑出来一个。门后可能会找到一些道具啊、子弹啊，要不然就是一些人质什么的。对，还有残骸，残骸是我觉得最不能。我死掉了，可惜。至于这个游戏难度真的蛮高的，所以要我不存档破关，我都觉得有点不行，怕。你有时候突然防不胜防的，你看前面就跑出一个怪物，不是怪物啊，就跑出一个，然后就想要杀死你，然后你也不能像他射毒，像他射毒。在老一的视频就说到了，很好，跳啊，过来。不怕啊！我说不怕，真的不怕。我终于找到这个带有炸弹的人质，因为带有炸弹这个人质可以在充电的时候打开那个门。
洞里面，你看又跑到找到残骸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，可能两万分一条命吧，我也没有算过。关卡结束后，这个带有炸弹人直接跟你说一些他的信息，这个关卡的零碎小信息。然后随着信息完完整，这个史密斯先生就跟着这个真相越来越接近，然后全部有八关这样的故事。本的目的是通过毒品的多的情，但你永远不要和他的绝，要小心。其实那个零碎好像太零碎了，要小心。好的，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二关，晚上了。哦，这个游戏不像别的有什么一堆枪什么的，只有冲锋枪跟。只有两手枪，又要打我哎！还有这个子弹啊，一下就可以给你掉两个，所以要很小心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子弹，我子弹用这么凶，没有一个子弹给我，又是。好了，一个，我可以按上方键不出来，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在里面。对，哎，小心那个会一次给你掉两盒血的子弹，然后那个血我也不知道怎么付，所以唯一我知道就是这样一直打下去，一直玩下去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哦，又是个残骸，这个残骸到底是被谁杀了？然后就哎。啊，是，是，哎，怎样？他不跳，啊，噔噔噔噔噔，哦，我找到了炸弹。对啊，他何时会走？哦，我看到了一堆子弹，很好。其实子弹最好不要乱发，不要他到时候你没子弹了。其实我发现都是不会没有子弹的，因为没有子弹的话，他会自动给你补一个，然后又自动给你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补，你就没有了，还可以补一个，非常不科学。都是这些没用的东西，这边不是应该有个天哦，很好，我找到一堆时间，然后来人关。刚才白色人哪去了？算了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哎，要打到？哎，没有人吗？哎，他们也是什么的？哎，我怎么死了？我这……啊？我死了。吧，哦，至于这个什么，这个炸弹嘛，这个炸弹的话，它是因为你已经拿到，它就会储存，然后它就，然后你就不用再拿一次，不然你又要再开一次，然后这么多个门，然后你又很难找，你就造成这种哦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小心谨慎。然后我被摸死了，还是算，还是更新点到终点好了，不要管那么多。
出来好了。我忘了。就算了吧。啊！我过，我差点被摸了一下。还好，但是我没子弹了。这就是刚才得到的东西。本的目的是通过物品的提供尽可能多的。佛利山的家，但你永远不要和他必须起的绝，要小心行事，要小心。好的，好，第三关了。这个第三关一样，这个讨厌东西。啊，怎么不射？总之，其实啊，我今天可能不会把这个玩。因为其实这种所以只是算小玩意。我按早了。对，我还有三次虚关机会。好。我这个。好吧，第三关的技巧那也是比较清楚。等一下啊，刚才为什么从天空上面刷走？好，走开！死！来，这个，我在后面这么大声，为什么？哦，又是个手机啊！为什么都没有子弹啊？警察！我们全部都浮云，我可以直接跳过他们。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。哦，终于有子弹！还一次给我加一个。可以子弹加满吗？95子弹加满，95子弹。我又要从开始打，还没有 checkpoint 吗？这游戏我也挺苦手的，就是我的技巧没有很好，因为暴菊凶器。当你看过老鹰的视频的时候，一定都会知道这个是暴菊。哇，这一样是卡普空做的游戏，只不过卡普空机关，你总不能游戏内容很少，然后一下子通关，然后就跟老板说，老板，我只玩了一下子就破完了，有没有什么新的卡带啊？就是这样。好东西，我可不可以直接跳过？可以。你个头啦！我要直接 skip 掉你，因为你们全部都是新兵友。完毕。八子弹。杀死其他东西。走，又跳两格，然后。
按下，所以就没有了。确实，你这，妈的，老又这样开枪，你看，等等，这样很浪费，你看，这样随便就直接把你剑，不建议这样。可是我刚才为什么这样做？就怕，但我。我要来走我开的路，因为这条路完全没有走过，这条路应该会很像夺宝奇兵的一个古墓遗迹的。啊，我说过我真的不玩了，所以好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一次的系列再见。因为这一次这个人间兵器的系列我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就看下一次要完成。好，那。